哎、欸，只要有个材质包能让你的角色变得如此生动吗？如果你有在玩模组和材质包的话，你可能会知道 Fish Animation 这个超酷的动画材质包，它会让麦块里的生物变得活灵活现。总之，这个材质包就是取代掉了原本枯燥乏味的动画。那如果告诉你，也有个材质包能让玩家动起来，甚至还可以眨眼 ，Fresh Move。这个材质包会根据你现在目前的 skin 增加动画，不管是跑步啊还是蹲下。然后作者还有分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有包括表情变化的，不仅你的眉毛会动，你的瞳孔也会四处张望，真的超酷的。OK， 首先你必须下载 Fabric 或者是 Forge， 看你偏好哪一个模组载入器。再来下载 Fresh Move， 连接在资讯栏。点 version 之后，选你的版本下载。注意这里有分两个版本 ，iOS 是没有眼睛动画的，这也要注意一下。点之后按 download 下载。所以这个是材质包，要放到 resource packs 里。再来是模组的部分，下载 entity texture features 和 entity model features， 这些模组没有装的话没有用哦。贴心的是，这个作者有分 fabric 和 forge 版本。最后，如果你是用 Fabric 的话，下载 Custom Skin Loader， Forge 则是 Alpha Skins， 都把这些模组全丢到 Mods 里面。接下来模组载完了，现在轮到你的皮肤，用小画家或是 Photoshop， 总之任何一个绘图软体都可以用来开启你的皮肤。Fresh Move 下载页面有各种不一样的格式，你要根据你皮肤的眼睛位置去做对应，像是我的是这个格式。你们就要看你的皮肤去找眼睛位置在哪里。首先，我先复制我的眼睛，然后贴到格式上面的位置。如果跟我眼睛格式一样的话，看起来会像这样子。注意，眼睛上面要用皮肤深一点的颜色来画眼皮，这样才有眨眼的效果。再是眉毛，一样复制过来。眉毛上面也要有眼皮，这样就好了。接下来我建议把原本眼睛涂掉，因为这样时装上去的话会有两层眼睛，看起来会怪怪的。完之后你就可以开游戏，外观，编辑，然后选你刚刚改的皮肤，开游戏，材质包选 Fresh Move， 这样进游戏应该就会有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多人可能没办法用，因为每个人的眼睛位置都不一样。那就这样啊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 Turbo， 下次再见 ，Peace。